国舅爷怎么了？国舅爷就可以到处乱杀人了吗？说的对啊，说的对。国舅爷怎么了？国舅爷，这件事情你得给个交代啊。哦，对，给个交代。 你就是瓦剌野仙，太后给你回信了吧？太后说赵丹赔付，请你们带兵回去，否则今天咱们都死在这儿。说得对，愿意赔就好办，他还算识趣儿。就。 你告诉张克俭，如果我再碰到他，他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。那颗脑袋先借给他用几天，这座城也是，借给他住住。为何？ 翻过这座城，过黄河，就近直隶了。你们要小心呐！好好听听这个声音，越来越近了。有生之日，要响彻北京。 这车里好像有个娘们儿啊，哥几个，要不要弄出来给你们过过瘾呢？好！哼！<笑>
你菩萨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行行好，带我回大同，啊！我给你好多好多钱。我叫秦木格，放你回去可以，但得大汗说了算。 抓到了！说句话呀，都哑巴了？国舅爷不见了，怎么办？你们一个一个都不想要脑袋了是吧？啊！你笑什么啊？ 信不信太皇太后还你脑袋摘下来当囚体？全凭大帅做主，我这狗屁大帅，我怎么做主啊？啊！把大同城的兵力派出去抢国舅爷去，瓦剌野贤神出鬼没的，就这点兵力，守城还行，出去不是找死吗？万一再丢了大同城，大家伙就集体抹脖子算了。 大帅，大帅，瑶兵快放！我想瓦剌野仙就算抓到了国舅爷，那他也不是不知道厉害的人，轻易的就动手杀人，我看他也不敢。要不，我们派人去谈谈，要钱，要东西，只要大同城能有的就给他嘛。太皇太后真问起来，大家伙也都尽力了，难不成这老娘们就这么不讲理吗？ 他要大同城呢，你们给还是不给？生铁4000斤，弓箭1万丈，金银各5000两，走私甲100副，牛皮甲100副，铁包牛皮战靴100双，大同合成居民仅限于瓦剌野仙帐下，为保国舅平安，恳请野仙大人施恩于国舅，合成居民定感大人恩德。军士辛苦，请下去饮酒用饭。大人。 这实在是大同城的家底了，请您手下留情，让我们把国舅爷带回去吧。金银5000两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我不要钱，其余的礼物嘛，按照成价我买。你路上带来带去，也太辛苦。我付了钱，派骑兵押着跟你回去。另外，告诉陈将军，我送给他100匹好马，跟他说。 做生意可以，想放国舅爷，这个出价太低。那请大人示下。
国舅爷，到底需要多少赎金？让人来。一座大同城怎么样？我看呀，还得再加上一座北京城，是不是啊？大人，陈将军也是一片好意。太皇太后那是大明的老祖宗，他弟弟被抓，朝廷定不会善罢甘休。 您说什么？如到那时起兵来攻，玉石俱焚，那样就不好了。你在吓唬我？不敢。你已经敢了，回大同吧。我今天心情好，不想杀人。哎，哎，叫你呢。哎。